大家好，我是梁。有没有看到我的金币树施肥18天？你看它就变得这么枝繁叶茂，好看吧？我的有机肥真的很够力哦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有机堆肥和易肥是什么做的呢？之前我们说过了，我们就是一层泥土，一层水果皮，这个是香蕉皮，把它剪成碎碎的。当然你用的容器不是像我这么小，我这个是方便说明才用这么小的。我制作那个液体肥料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之前教过的堆肥怎么做，这个已经是全部里面的水果皮通通融在这个土里面了。那么我就取一些土，比如说容器你要用大概这样子半罐的土，然后加上清水，清水就把它加满，这样有点太满了，不太好操作。那没关系，你就把它搅拌一下。如果是沙漠玫瑰，我就直接丢下去了。那因为有的多肉比较精致嘛，比较小，像是这种比较小，我就会等它沉淀之后，再稍微取上面的液体来浇。那这个是第一种方法，第二种方法就是香蕉皮。香蕉皮吃完了香蕉，你把它用成这样碎碎的，一样是加水。加水，然后过来就放在一个地方静置，不管它。然后过一阵子呢，它就会变成这样浊浊的、黑黑的，这就是所谓的香蕉水。香蕉水有利于生根，而且它含有丰富的磷钾肥。但是你拿来的时候，最好也是给它稀释一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取你的香蕉水有大概一半这么多，你最好再加水，把它加满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肥料过多而引发烧根，大约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直接把它浇在这种比较小的多肉上面，浇一些就行了。我通常都是把它当成浇水这样子啊。然后它这个呢，它这样子它慢慢就会沉下去，然后上面不是有黑黑的那个香蕉屑屑吗？刚才没看清楚，其实是应该像这样子，好让它保持干净。那上面它也需要水分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用清水再从上面这样子就行。那这个黑黑的呢，我们就把它冲掉，直接这样冲，把它洗掉就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已经把上面那个黑黑的香蕉纤维洗掉了，就这样。那因为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我又刚刚给它浇水施肥，所以它最好放在阴凉处，不要照到阳光，以免重伤啊。香蕉水就是这样子用，大家应该都会了吧。那这个刚才那个另外这个肥料土做成的这个易肥，如果比较讲究的人有人会过滤，但是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，看个人啦。那后来最近我发现还有一样东西蛮适合做堆肥的，你看有养猫咪的人就知道，我们人吃东西都会有厨余嘛，猫咪也是，你看它吃的都会有一些剩下的这些渣渣屑屑。人吃的厨余呢，我是不建议
放到这里面来当堆肥，因为人吃的通常都有调味，有那个盐的成分，就是钠含量会太高，所以建议不要用厨余去做有机堆肥，否则的话我觉得这样钠含量太多，植物可能就会容易挂掉哦。那这猫咪吃剩下的这个，因为猫咪吃的都是没有调味的，这个鱼通常比较没有那么油腻，像这种我就会放到这里面，然后把它用掩埋式的埋起来，然后这样子肥力也会很够哦。这是给有养猫的人的建议，那没有养猫的怎么办？那就用水果皮就好了，也没差。那你说如果你要用那个什么，现在百香果啊其他的水果皮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只是用香蕉皮跟橘子皮还有柳丁的皮，这样子这些比较容易腐熟成熟，然后会比较快一点。那你用其他的也可以，它纤维质比较厚，成分比较不同，那也没关系，那也很好，完全看个人喜欢个人习惯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有机易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